胆管 Introducer Set， 胆管穿刺导入系统，包含点零一八镍钛合金引导钢丝、六 French 同轴扩张管及21 gauge 导引穿刺针。局部麻醉后，然后在穿刺处用手术刀划开皮肤，利用影像设备的导引，将21 gauge 导引穿刺针穿刺到胆管位置后，移走内针，确定导管位置，将内针接头松开，并将内针移走，穿入点零一八引导钢丝到达胆管位置，引导钢丝不动下，将导引穿刺针沿着引导钢丝往后抽出，沿着引导钢丝导入六 French 同轴扩张管，到达胆管近端，旋开同轴扩张管的硬套管，将同轴扩张管内中部扩张管及外部护套往前推至胆管位置，然后移除同轴扩张管内中部扩张管及硬套管部分，留下外部护套，再将点零三五引导钢丝导入，将点零一八引导钢丝抽离，将同轴扩张管外部护套沿点零三五引导钢丝抽离，再用扩张管沿着引导钢丝由小到大逐步地将通道组织撑大，在影像设备的导引下，将导管沿着引导钢丝往前推送，当导管尖端进入胆管位置，确定导管位置后，旋开软套管接头，将软套管与引导钢丝一并抽离，导管前端与引流位置形成 J 或猪尾巴形状，接上三通阀及引流带。